玩具嗯，睡它是在一在起，动啊，爸爸刚才说它在发抖。做梦啊，小狗就是这样，长大了也会这样，有时候做梦还会叫。嗯，不怕冷，应该这种长毛狗应该是不怕冷。它也知道去它窝里面睡啊。嗯，从小可能有养窝里养。哎，没有。皮耶，小猫给它关掉，太吵了。它会叫。哦，又叫。你说这睡觉的大点。去啃。睡会儿你，嗯，不睡，我们上课啊。上课了，训练。跑里面去趴住了。睡了没？又跑里面去趴住了。你睡就给他睡觉了，准备？那可能是有点困了，应该有几个小时没睡了吧？又出来了。咦？个小眼神，小鸡。他肯定也知道吃的时候就坐下去等着。sit 坐 sit 坐下去 s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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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 boy 掰两半给他吃，把两下都给他吃完了。你挂他脖子上，他这一阵挠挠挠挠挠。上课时间就要挂起来。sit good boy 不错，你看他就是真挠。他意思是最后就摆三个 sit no sit sit 你看你别管赖皮爸哎呀，去还一下你给我。哎，别注意力在那个圈圈上了。嗯，你别注意力在那个圈圈上了。很松吧，应该。他第一次挠，他的圈圈戴着不够怪怪的，不舒服可能。毛卡的，腻的毛在头发，腻的。嗯，脚不舒服了，应该是。过来过来，给你拿掉。一阵挠。耳朵啊！耳朵！耳朵！不能咬啊！耳朵！他干了什么？你才给他吃啊？叫他名字回来就给他吃。好好好，给你拿，给你拿，好烦啊！没了你还闹呢？闹个屁呢！没了你还闹呢？这边可能之前掉在那一次的。sit sit sit good boy 上
你有点没睡醒。是，他就自己先做了，你知道？耳朵，耳朵，站起来，来，站起来。他没睡醒，懒懒的。耳朵，你怎么这样来啊你？怎么这样了？等一下，哎，你起来了。头顿，睡，睡。哎，真乖。今天训练的还不错，今天一天就把它训练出来了。头顿，头顿，睡，睡。哎，真乖。好了，不能给它吃太晚了。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，一小块。头顿。睡 ，Good boy， 是会体能，一天就训练出来，聪明。他有时候我跟一明来回两个人哈，一人站一边，让他站起来再跑哈。他有时候冲过去一屁股就先坐下去，知道有东西吃，急得要死。来，上个镜。哎呀，看这个小可爱。哎呀，哎呀，还要吃。哈哈哈。没睡好，被你抓起来！啊呜啊呜啊呜！不让他睡，这时候就让他玩玩，迟一点睡。疯玩，有尿垫呢。那样 ，no。那个不能轻轻的咬，轻轻的咬要教他。no， 他是要挂那个拖他，他以为挂他就不高兴。哦，脖子上那个。嗯。六七块水。嘿，嘿，嘿。他有时候跟我分完，我就挂哪里啊？下雨没地方挂。你先挂在我平常挂那地毯那个，把那地毯拿下来。怕他放盆子旁边。里面。对啊，你那个一洗澡就湿了。你 那你把外面整一整，挂在外面，然后底下垫一个什么吸水一点的。也可以用那个篮子垫。不是，你知道明天好天的话，可以给它弄到后门去晒一晒就好了。像这边就很好晒。啊，这里栏杆也可以，会不会掉下去？不是，就是阳台上。啊，就弄到阳台上，平铺在那里就可以。嗯。没睡醒。困困的，但它这样这个时候闷闷的就很乖。嗯。他可能那天早上他就是刚刚睡，我们昨天早上去抱他的时候说他很老实很老实，那可能还在闷闷的，嗯，睡醒可能坐车坐的有点，还有点害怕，他那天有点害怕，他可怂了，一准备今天抱起来让他看看窗户外面，吓得蹲在那边不敢动。这两只狗关在一起。哦，谢谢你哦。